你让他上费上不了，对呀，那上去那儿太最多了，成本上。就是说，怕他们一个人，因为人多了嘛，他这哎，你说怎么怎么的，要一个人上，他就可能一个大伙一别的啊，在查查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是吧？就是觉得他抽查着呢，你抽查不对，就怕他给你反击抽查。